好了，乡亲啊，这个大明星金城武，搁来推出着新广告了，也是真有魅力，搁有一大堆的民众去和买去了。用伊所水的眼神，展现出查甫人的魅力。这是真久无出现的金城武，已经47岁啊，同款食烟头，专心伫行棋。这个画面的质感，大家当作讲是伫拍电影，想不到是替手机的电动伫拍广告。特别是上尾啊这段，未到真济人。人生的对手只有自己。伫个几句话和正确的广告，搁较有质感。金城武逐摆若拍广告，拢会引起讨论，像这支就好。看到餐伫啉茶，金城武为航空公司拍广告，和台东波隆大道变成人人想要去翕相、打卡的景点。无论是伫台湾还是国外，金城武去过所在拢会红。啊，什么时阵金城武会阁拍电影，这民众拢真好奇，希望讲伊赶紧阁推出新作品。